等一下，坏掉！哇，我是鲜鱼晴大猩猩。你看，我没有穿内裤。噔噔，很破，这里也是破。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爱穿搭搭》。已经好久没有拍穿搭搭，然后这些呢也是我去年就准备的。很特别的一些裤子，然后今天呢就来再穿搭搭给大家看吧。这裤子我放了1年，我好像变胖，我不知道等一下穿不穿得下呀。你看这件裤子超级厉害的，然后这种裤子呢，就是我很喜欢穿的比较偏高腰的，因为近几年其实都很流行高腰裤子，因为它可以把腿的比例给拉长，然后上面呢就穿小小的背心，看起来腿腿就非常的长哦。然后它又进化了，旁边超镂空，两边屁屁也有。这些呢我等一下都会穿给大家看。还有这个绑带系列，这种裤子就是全部都在漏洞，这感觉很凉哎。对啊，应该是会蛮凉的，夏天嘛。可是这夏天如果出去晒的话，真的不就有晒痕这样，一条一条的。像穿这个的话，就要搭配那个，我可能会穿丁字裤啦，除非你的内裤很漂亮，还是你想要故意露内裤给人家看。然后它还有黑色的款式，黑色感觉也蛮辣的。最后一件太恐怖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人家穿出门过。其实刚刚这些好像也没有看过人家穿欸，这一件太可怕了。这种裤子如果你们在路边看到的话，会觉得很可怜。哎、欸，这次不知道要不要穿内裤，因为那次穿内裤一定也是看得到啊。这不穿内裤也是很怪，因为旁边感觉随便都会看得到我们的里面。啊，好吧，等一下我就要来试穿。我换好了，这是第一件，然后这一件呢，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穿出门，因为还算 OK 啊。然后它蛮小件的，说实在的。啊，这一件呢，我觉得里面像我这样搭这个定制裤呢，觉得很好看。然后像我之前有自制了一件内裤，很厉害，我用那个透明肩带，然后把这个内裤的两边剪掉，然后再把它缝上去。然后当你在穿这种裤子的时候呢，这边就是个透明肩带，就是非常的就是不会露出来，然后别人也会觉得很性感。这一件我觉得还 OK。只不过呢，我刚刚绑这绳子绑得很生气，超烦的。你看，我没有穿内裤，这件可以给不喜欢穿内裤的人穿，就会非常的性感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穿牛仔裤不穿内裤的话，说实在，我觉得就是下面怪怪的。因为通常不穿内裤的话，都是穿比较宽松的宽裤或者是长裙，这样比较通风。可是牛仔裤的话，我就觉得它可能上面好像会比较有细菌。所以我觉得还是穿内裤比较好啦。我记得现在的定制裤也有卖那种透明的，上面一圈透明的。如果不知道哪里买的话，你就慢慢找吧。牛仔的颜色我觉得好像也还 OK， 好像也还是可以穿出门。只是我还是觉得屁股这样子弄有点太多，所以我可能变成绑带的地方，因为我刚刚前面绑太紧了，变成屁屁露一大块。那我可能会把它这边先绑紧，前面露大一点，我觉得没关系，或者是旁边露大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的害羞。好啦，那这一件还有黑色哦，啊，黑色。这一次呢，我把前面露多一点，然后后面呢把它绑紧一点，哎呦，感觉就不会屁屁露很多，比较害羞。然后侧边露比较多，我是觉得侧边跟前面露好像还 OK。屁屁不要露太多，屁屁会着凉，但前面可以露，前面可以凉，后面不能凉。它这个黑色感觉里面穿那个网袜。哦，你说这感觉是网袜？对啊。哦。就感觉比较合理一点。耶，换完最后一件啦！噔，很破，这里也是破。超可爱，真的根本无法穿内裤啊！可以丁字裤可以，但我觉得这真的出去屁屁这两块就黑掉。然后它其实是可以这样打开，但我觉得你可以搭配一个漂亮的内裤，然后搭在里面，因为这样子穿真的是太神经病了，就是我。但是现在在家里我才可以这样穿，我猜它的用意应该是要让我们搭内裤用的啦。今天的特别的裤呢就到这里啦，这算穿搭搭嘛？应该算是开箱，因为我这些裤子其实我也没有穿过，希望我下次可以穿出门再拍给你们看。